现在心脏一颗扑通扑通的跳，哎、欸，好像看到了。嗨，你好。好可爱哦。好。哎呀呀呀呀！来看来看来看。来，你要两个一起握。好。是。那我给分。分很高哎、欸。没错，我们的专属频道会员开张啦！耶、yeah! ！就是我们有会员专属徽章，这里。会员专属的贴图，这边超可爱的，这也是加入才会有，然后就是有限定的表情包，不定期在开许愿池，那周边商品的话也会有会员专属的折扣哦。那我们会不定期有会员专属的贴文，还有一些 NG 画面以及一些私底下的生活影片哦。社群看不到的是在会员才会有。对，大家听到是不是很心动呢？赶快按加入吧，加入加入加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秀丽看起来有机台，机台姐姐，进啦。耶！哎，鼻子过来！哦，他的鼻子撞到我，好吧，他的鼻子撞到我的，他的屁股。好朋友，今天呢是我最近最期待的一部影片，因为我已经单身多年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干嘛呢？大家听到我们单身知道干嘛了吗？没错，我们要去当单身狗。好，没有啦，今天呢，今天呢要玩教软体，我们要来用的是 WeTouch 这个教软体，我们要来实测一件事情，有养狗呢会不会比较好约女生出来？就是用可爱的狗狗来约女生就对了。对，因为呢，虽然我已经长得算帅了，但是这家狗狗的这个特质的话，哇，我们为了要比较就是有养狗跟没养狗，我们就会先用没养狗的头贴呢来实测。如果真没遇到的话，我就改成就是有狗狗的头贴来看成功率会不会提高，然后来看最后呢能不能含血第一起去公园遛狗，这样看对方一起遛狗。今天呢要靠你了，约女生出来好不好？弟说，他说我的长相有问题，所以约不到。好，看这边，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，就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就开小铃铛，然后记得追踪我们 IG 哦。追。下来，然后记得加入我们频道会员，然后就是我们 LINE 官方账号哦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实测吧，我们来看能不能靠狗狗呢，看能不能约女生出来。好 ，Let's go， 看能不能成功。Go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进来我们的 WeTouch 啦。我刚刚呢，其实已经呢先用头贴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帅吧？这样已经交到女朋友，对不对？鸡腿，25岁，我是巨蟹座，巨蟹座就是好男人。谁告诉你的？我觉得 WeTouch 最特别就是它可以设定大学，大部分就是这样嘛，往右滑、左滑，对不对？喜欢的右滑。最特别就是可以调学校。如果你是想要找同学校的人，也可以，就对。你想认识台湾大学的人，就这样点台湾大学，然后呢，这样呢，你现在看到的全都是台湾大学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重点就是先没有狗狗的照片，来看能不能约到女生的。哎、欸，其实 WeTouch 上面的女生都很漂亮，我觉得质感都很高。刚、哦、有一个好感的嘞，我中一个，中一个。嗨，在干嘛呢？我现在又遇到一个了。哦，没有狗狗照片好像也蛮受欢迎的。嗨，我爱吃鸡腿。哎、欸，所以用这个软体其实很快可以交到朋友。刚刚有聊到一个蛮聊的，我们来看，你会想要约出来见面吗？你知道他回什么吗？再聊聊吧。打枪了，不。帮我回留言，拜托。知道有频道叫西路，他们蛮好笑，但女生不好看。哎、欸，你们乱写，惨了，龙棍子呢？西路，帮我聊天好不好？帮我约女生出来，打字打字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再看有狗狗的照片，我用这张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帅气的我跟希尔弟弟，这张应该没问题的吧？这女生看到一定往右滑了，对不对？是我，我会想说，哎、欸，想要问你说，这是你的狗吗？很可爱。没有，大家都想要认识狗狗，大家想要认识希尔弟弟。你说狗狗好可爱啊、喔，可以跟他们见面吗？但是你不要出现，谢谢。然后你人可以先回去，这样。对。还蛮屌的，但是还不确定有没有机会约出来。照片是你养的狗吗？好可爱，很喜欢，很想养。但是呢，他家不太适合养狗，他只能去玩别人或抱别人狗狗的。然后呢，他说他好像蛮想遛狗的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聊个几天，来看究竟能不能约出来。好，各位，那现在呢已经过了2-3天过去了，然后我们已经和那个女生又聊了很多，就和那女生约到啦。Yeah! 好，那我们就等明天吧，来看我和女生会怎么互动。Let's go， 连姐。好，没错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出来了，兄弟。Yeah!打招呼，他们好开心哦。没错，我终于要来约会了。WeTouch 上面呢，我就是有遇到一位女生，然后她是非常喜欢狗狗的。因为我们是约餐厅，我们先看她到了。我到喽。她说我在店里面了。确定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请问那位女生喽。好，那马上进去吧，我们去找那位女生。Let's go。好。现在心脏一颗扑通扑通的跳。哎、欸，好像看到了。嗨，你好，你好。你们是田幼宇吗？可以拍摄吗？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嗨，你好。确定跟她打招呼一下好不好？喵。喵。弟弟旁边。哎呦呦，他发现，发现了，他叫做弟弟，西肉，西肉比较凶一点，他是比较怕陌生人，摸他的屁股看看，可以吗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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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
可以，你看成功了，成功了。好可爱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，谢谢。你要吃什么啊？我要吃蟹。所以你知道我是 YouTuber 吗？一开始不知道，你跟我讲的时候，我就赶快去查。好尬，吃下去好了。看起来超好吃。耶、对，实在很尬，不知道讲什么话，大家可以救我吗？下方留言救我。确定？帮我讲点话。那你要讲一下口感。美食评论节目。对对对。它好吃，很香哎。哇，好吃吗？松露的味道。谢谢。那我突然有点好奇，你怎么会想玩 WeTouch？ 竟然是我朋友介绍。那我是因为有养狗狗，所以你才滑右边吗？对，真的是因为养狗狗会让人家有一种就是放下戒心的感觉，真的、比较善良的感觉。真的，所以养狗其实还蛮加分的。所以养狗有加分的，各位，大家要养狗狗，可以遇到这么漂亮的女生。再看要不要对秀弟讲关键字，然后看他们会不会理你。散步的台语啊，撒波。这吗？没有啊，你就撒波吗？好好，那你就三二一就讲，三二一。呀。啊！我想唱歌。呀呀。撒波。有呀。有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，你已经可以当他们主人了。哎、欸，没发现。哎呦，他能咬我吗？弟弟没发现啊，到第一的眼神，可爱啊！谁？挑战成功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想来让秦佑宇呢，你 是想试试看六秀弟，对不对？大挑战。通常呢，我两只一起抱，就变成。对，然后一抱就直接跑掉了。对啊，就直接跑掉了。再养另外两只。没有没有，来试试看。好。是。可以吗？好。哦，力气真的很大。啊，对，然后你就带他们散步尿尿这样。他们家为什么要去这个树？对，成。OK， 看起来还蛮顺利的啦。你是不是觉得很力气很大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你好，怎么？我是因为没有什么遛狗的天分，被狗遛哎、欸。因为你第一次要遛两只，所以呢，其实困难度蛮高的。有圆梦到的感觉吗？有。觉得顺利吗？还行啊，还行。刚看起来有点狼狈。来，他们停，蛋。好，然后就抓蛋了。生气了。用肉干来跟他们挑战一下握手、坐下，还有站起来转圈圈。感觉超困难。Give up。不要理我。坐下。J。哎呦。这种 J。握手。No。握手。不是。耶 ，OK。握手。太危险。哇！肌肉站起来。站起来。哇！好，上赶跑，上赶跑。哎、欸，他没有对我怎样。对。啊！我操！哎、欸，直接就可以吃这么好。好，偷摸。啊，可以耶！成功了。哎、欸，很少人可以摸西了。哎、欸，小心！啊！泰迪熊哦。你也可爱啊你。下去了。我今天呢，这样一整天的互动啊，你觉得你会给秀弟几分？啊，不，给我几分？爱护小动物，然后又帅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又幽默。那我给8.5分。8.5分，很高哎。好，对啊，遛狗很开心。好，那今天谢谢秦佑宇陪我们出来一起遛狗，跟秀弟玩这样很开心耶， yeah， 谢谢你，拜拜，谢谢秦佑宇。好，没错，那这次呢，我们使用的 WeTouch 交流体啊，我们就实测成功。没错，有养狗呢，真的比较容易约女生出来的。因为我原本只有用我自己的照片嘛，然后不是有约女生嘛，然后她完全不理我。然后自从呢，我换了有秀弟的照片之后啊，秀弟这边、弟这边、然后秀这边，马上配对到好几个，然后马上有人跟我聊天，最后就约了那个女生出来，而且最后还有8.5分呢、欸。那人很好哎、欸。今天实测算是成功，就是有养狗呢，或许真的比较容易约女生出来，但是因人而异啦，因为可能我是长相的关系。我其实蛮推荐大家可以下载这个 WeTouch 交友软体，因为我觉得上面的颜值真的都很高。这次我滑了好几天，哇，真的大部分都很漂亮，然后都很有气质，然后都是我喜欢，因为我喜欢有气质。然后这个 WeTouch 它界面其实非常简单跟好使用，然后呢也可以因此扩大你的交友圈，所以呢蛮推荐大家下载这个 WeTouch 哦，大家可以下载。好啦，希望大家喜欢这个交友软体的实测啦。那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影片的话，可以下面告诉我们哦，然后记得按赞哦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就开小铃铛，对，然后记住我们 IG 哦，追踪。现在那。下次明天见，拜拜！谢谢秀弟弟，谢谢西乐，谢谢弟弟，好屌了！谢谢你们帮我找到另外一半，没有，帮我约到女生出来，耶！秀弟弟是颜值担当，好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有个礼物要送给你，耶、yeah ！谢谢你今天陪我出来。
哇，小弟的饮料提袋，杯套，我刚好想要买这个哎，真的吗？耶、yeah ！还有一个，这是糖果吗？这个、啊、好像是那个吧？那个马铃糖蛋白糖的那种。对对对对，这很甜，很好吃，好可爱，跟你一样甜。哦，他有讲话了吗？他讲话了，他也跟你一样甜。好，谢谢，谢谢陪我们出来，耶、yeah ，拜拜。